该起床了，开启下午的工作。夏天就要到了，给大家分享冷知识。现在呢，感觉口有点渴，喝口水，让自己的状态有所回升。我们在夏天拍戏的时候呢，要接受酷暑的考验，小小的冰凉贴就是我们的好帮手。一般我们都会把它贴在我的后颈，然后拿戏服盖住它。哇，清爽的体验。你要是觉得面部啊头太干了呢，用这种保湿喷雾。好了，我要去上班了，所以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拜拜。我怎么会这么快就走呢？当然不会，我要把今天的快乐分享给大家，所以呢今天又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冷笑话。我讲冷笑话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冷吧。小明在吹风扇，为什么还满头大汗？因为小明在吹风扇，风扇并没有吹他。 OK， 今天就到此结束，快来跟我一起上淘宝逛逛，一起挑战可爱五连拍。拍好了，双击屏幕就可以给我点赞。我还有好多好多护肤知识要跟大家分享的，还可以点击我的头像关注我哦。